秀水金陵社区教育水保局神农教育的课程，带长辈前往游民国小甲学生做伙学习用青叶可可来做护唇膏的 DIY 活动。同时嘛，希望透过课程来增进世代之间的理解甲互动。课程一开始，老师先向大家介绍可可果这项农产品。可可它是被玛雅人在亚马逊河流域发现的，然后巧克力啊，就有趣了，一起开始是用拎的，不是用吃，所以一起开始你够玩吼，你国外的王室跟贵族在家修，伊拢因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号叫做苦水，可可的水，伊拎起来可可无好哩，安尼，啊后来又传到欧洲去，是欧洲人就讲吼，迄干嘛是提的拎的拎。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给猪喝的饮料，只是以前五千年前给猪喝的饮料，后来经过五千年后变成是我们人类在喝的饮料啦。啊，为什么会变成人类在喝的饮料？因为这世界上有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出现了。刚刚有位小朋友有讲是什么呢？是糖，因为糖出现了，让这个给猪喝的饮料变成是给人类喝的饮料。所以小朋友糖可以吃很多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会变成猪，会胖胖的这样子。完成时段去学校上课的新闻，秀水金陵社区就有水保局石龙教育的课程，带时段前往玉屏国小，甲学生做伙学习用可可做护唇膏的 DIY 活动。同时嘛，希望透过这祖孙代间的课程，增进世代之间的理解甲互动。我们金陵社区呢，托水保局的这个福分了哈，那我们现在在玉明国小这边办这个石农教育的这个课程，那办这个祖孙代间的活动。那其实呢，为什么今天我们来玉明国小？因为我们要完成阿嬷的心愿。那社区的长辈呢，其实在之前都是务农的状态之下，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到学校来读书。那今天我们借由这个石农教育的课程呢，带社区长辈来我们玉明国小，真正的尝试到上课的一个心情跟一个感动，长辈们。好开心哦！我终于可以完成这个心愿，可以来学校上课。除了来社区学习这个活动之外呢，还可以来社区，还可以来学校真正的上课。那小朋友呢，带着长辈一起上课，长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祖孙代间的一个活动。乡长表示，石龙教育会当带给囡仔对待食物正确观念，透过祖孙啊代间的学习，会当增进世代亲子关系，是一个真好的活动。非常难得我们金陵社区由我们理事长村长带领我们这个村内社区的一些长者来跟我们到这个秀林乡的玉明国小这边来做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是有关这个石农教育以及这个祖孙亲子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石农教育在我们农业部这边也推广非常多年搭配我们这个水保署来做一个整个一个整合，然后也是相对的做对于未来的这个下一代来做一个这个教育亲手做从食物的这个生长过程以及到我们吃进肚子里面整个自产自销地产地销这个观念来做个推广我相信不只是对于可以习福，对于这个习福，也可以让这次的活动，包括跟祖孙二代三代同堂来做一个这个亲子关系更加的增进包括对自己家庭观念以及我们的这个祖孙的这个一个情谊一个亲情非常的加分，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村长及校长这次可以提供这么好的场地，以及可以号召这么多的这个伙伴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在这边也感谢他们，也借由这次的这个活动，可以让更多的各社区、各地方来做一个推广。阿公阿嬷陪着小朋友做伙上课，大家拢非常欢喜。透过这大间的活动，让阿公阿嬷甲小朋友更加知影安怎互相交流，增进世代之间的互动。新竹话新闻，蔡良清秀水采访报道。